练了一首新歌，但这首歌呢是非常经典，就是 Coco 跟周杰伦有一首歌叫做《刀马旦》，大家都知道这首歌非常经典，对不对？但我们演奏的呢是信的版本，那呢它是非常摇滚狂野派，我们就来一种狂野派的《刀马旦》送给大家。完全特地为大家练习的，好听吗？不一样版本的刀马旦哦，刀马旦呢，就是那时候在2001年的时候，算是周杰伦首创了吧，一种中西合璧的感觉。那现在呢，又把它加入一些摇滚啊、电子的感觉，让它哇更澎湃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接下来我们要带来是歌唱的表演。为什么会觉得大家怎么？